这两天说还好还好，今年毕业之后孩子们还会在这边留半个月，不然今天晚上会累洒会。我们欢迎我们的向日葵班的毕业生，这班的孩子乖巧可爱，而且他们乐于助人，烙印在心里，是不是再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好，欢迎康乃馨班。康乃馨班的孩子今年说故事比赛的时候啊，他们的表现不但非常的厉害，还非常的幽默哦。有机会的时候，欢迎家长看一看我们今年说故事比赛的录影带。就好，各位妈妈们，我知道你们都想捕捉这经典的一刻，不过呢，你们不要挡住了摄影师哦，他才能够帮你拍到最美的画面。然后我们请妈妈们向后退，这样子呢，等一下你的小孩在受帽的时候才不会被挡住哦。哇，我们希望其他家长拍到的不是您的头，是小孩子美丽的身影哦。灿烂的旅程，迎向更宽广的世界。我们再用一个热情掌声来欢迎百合班进场。百合班的家长，你们今天一定要给静怡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有没有看到静怡老师戴着口罩？有，静怡老师早上在医院就。我喜欢拥抱这洋娃娃。也是孩子们最喜悦的一刻。我们请爸爸牵着我们孩子的手，继续来完成这一首歌。好，戴上生命中的第一顶方帽子。我们现在请爸爸牵起你孩子的手，面对面，我们一起打击摇一摇。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有学习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在老师的教导下有着一双灵巧的双手以及有耐心的好品格。希望每位孩子都像小天使一样，用温暖的心来看待别人。生命中会有很多种的可能，你们一定要尽情的学习，创造出自己最无限的可能。小朋友不要忘记，你要微笑看着园长，大声的跟园长妈咪说谢谢哦。麻烦你，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是园长心目中最可爱的宝贝，都是园长眼里的一亮一颗最亮的心。希望你们毕业以后不要忘记园长对你们的爱哦。爸爸妈妈是不是再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来给我们的康乃馨班，他们站在上面炯炯有神。对，我们不怕天气热，我们有虫鸣鸟叫陪伴着我们，我们都一点都不怕热，因为我们今天很神气哦。又贴心的样子，他们让老师感到真的窝心。在这一步步走向成长的路程，他们蜕变了成为一个健康又茁壮又有礼貌的孩子。更在这时候发现，孩子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往自己的目标前进。希望爸爸妈妈就是那一道光芒，可以引领着我们的孩子往他的人生目标前进。因为有你们，他们不会害怕，他们一定可以勇往直前。所以我们希望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孩子们心中的好榜样，做了好榜样，他们一定都是历历皆目的，历历在目。好，我们再次给向日葵班掌声鼓励，恭喜向日葵班，你们毕业了。
哇，待会照相一定要露出你可爱的牙齿哦。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善解人意，我们会互助合作，我们更能在每一项工作里找到自我，我们也能细心的去完成每一项任务，我们更懂得去关心别人，爱护同学，这也就是我们的沟通艺术。因为我们懂得去发现每一个人心中最美的一个角落。小朋友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尽力的抽空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增进我们孩子之间的情谊。对，我们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做沟通，给我们孩子在这里有培养一个很厉害的沟通艺术。只要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我们的孩子提出来，他们一定是愿意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做沟通的。他可以把内心的话偷偷的，而且有光明正大的告诉你。哇，我们的百合班今天有没有很神气？哇，今天都是帅哥跟美女哦，而且小女生还擦口红，对不对？对，今天是他们最可爱、最帅气，而且最美的一天。孩子，这是你踏入人生中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或距离的遥远，我们依然会把你放在心灵的深处。或许直到某一天，我们会再见面。这也就是我们人生中另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我们相信有挂念一定会有缘，我们一起努力跨出这一步吧，我们要迎向我们最精彩的未来。哇，薛玉潮班有没有很大声的说谢谢园长妈咪？对，不要客气，园长妈咪很勇敢的，不会吓一跳的。对，我们感谢摄影机前面的爸爸妈妈，你们低姿态的演出，让我们的摄影师的镜头里面没有您的头，让我们的画面更加的优美。好，这时候我们园长跟我们孩子照相咯。恭喜小朋友，也要借这个机会谢谢全体的老师们，我希望家长给老师一个最支持的掌声。丰田的老师真的不容易，要在丰田工作真的不简单，不是丰田多了不起，而是他们真的很用心。然后也给我们的毕业生一个最热情的掌声。然后最后给你自己一个骄傲的掌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陪你们一起爱孩子。谢谢，谢谢园长妈咪。小朋友站出来哟。我们大声
会加油，对不对？对。好，谢谢大家，谢谢湘怡老师。老师希望你们毕业以后能够延续丰田的优良传统，又以勇敢、负责的态度去面对你们所有的一切。在我心中，你们是最棒、最优秀的，所以你们要加油，你们真的很棒，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小孩，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有你的陪伴，丰富了我的生活经验，也厚实了我的生命。谢谢。我会牵着你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面对选择的时候，提提醒你，静静的叫我。这么多热心家长的配合，我相信我们满满的爱会随着孩子在未来国小的旅途上以及人生的道路上一路灌溉，一路陪伴他们。谢谢园长妈咪你们的用心。